你去封神了，那今天继续吧。今天只需要得分球好了，我们先召唤一下。好，这一只是我们的龙阳君，我们今天就可以当他的施展好了。没有上的我先拒绝了。我们可不可以换他上来啊？算了，就实战好了。我们一样实战一场，然后最后到角色吧。然后给你看一下龙阳君好了，我这边要进了，然后狙击，你看像这边你就会自己配，哦对对对，然后我们这边也可以扫荡，扫荡应该开了，还没开，是的。